你剩了一个调。
我们是。哎，有事儿陪你干吗？就这么话而已，你唱的。Thank you.
这已经学到了我的50%的真功了啊。现在这个口腔的共鸣太多了。共鸣集中到口腔了，这个地方还要再拆除，喉咙拆掉了，不错，这个铁皮屋要拆掉，不在这里啊，马先生听好，听清楚，我要给你教我最后的看家的本事，把它拆下来放到这里。就差这一点了哈，大家看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你们是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听到没有？祈祷了，加过去，阿信，就是你的水蜜桃被风吹倒了，但是根还没拔掉，用一个木头把它支起来，把它再支，支的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这样唱是不是声乐？很像声乐，这是假的声乐，在这里。妈妈现在点睛在这里哈，非常好，你原来在嗓子眼里，现在在口腔里，口腔是通道，不能在这里聚会，也不能在这修车，一定是快速通过，否则地方在那地方就发话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尤其是高音的部分，一定要说，哎呀。从这一上唱，嘴巴一下都不唱，这叫任脉。任脉到这个地方叫承浆穴，这个地方是最后的一个脉。不用，从人中开始唱，人中的上层，你要昏了，啊，一掐就活了。这个是人中的穴，是不是？从这开始起是督脉。叫。初级版的美声，不是高级版的美声。世界大师包括帕罗蒂、卡佩拉，包括莎拉布莱曼，他们都唱的是叫他让百年征服，却花了所有回落。是这样，妈妈可以这一个礼拜改这个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铁皮屋，把它拆掉，放在这里。都在这里，其实很累，声音是散的，没有从这往上爬，爬着爬着跑到登山队去了，逮着个机会就跑去跟他爬山去了。我们是这样，累了也是在空中斜着睡着的，还是在说半空吊，悬崖峭背，一定要从后咽尾梁爬上去，更好。啊，这个征服一定要把它唱好啊！没有一个人是这种唱法，不要以为我们用美声唱法，不存在美声唱法，也不存在民族唱法，也不存在通俗唱法，只有一个正确的方法。只有一个正确方法，以气代声，以情代声，声情妙，一定要走这个管子，走后边。很多人说没听过，声音在后边，就是在后边，没听过就都不会唱歌，都听都没听过，你怎么会唱？就是啊啊啊啊！声音说顺着这个背，气在这儿上面走，替天行道，一个不锈钢管，十米的管子。顶天立地，阿娇常常被你征服，却断了所有回落。这才叫声乐，你看我声音是直的没有？你看我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我嘴也在这儿呢，却断了所有回落。这猛一听好像是很大的声音，意大利那是意大利人唱错误的意大利美声。很多的外国中国人到外国人学回来就唱这个。
很多意大利人唱，包括很多的三流的歌手、歌唱家也是这样唱。我脱口我我脱去唇，这都错了，把我听难受，就这一下，就差这一下，开起来，就差这一点了，值得。在后咽壁，今天马欣，你们两个真的叫赚到了，是一对一啊！我今天教你这个要是会了，全台湾没有第二个会唱歌的人了，真是，我就这样跟你说，是不是道理？尤其是。不是增加电压，不是把110的电压拔下来装到220的电压，一下就烧掉了。我们是装了扩大器和音箱，并不是换电压了。只有冷气才用220，任何的其他电器都要用110，电视机也是一样。听得懂吗？啊，你今天来你唱一句，就这样。试用我这方法，用一下简单。